我现在早晚拜佛，我最后的三拜，使我弟子净空，待过去现前父母师长，冤亲债主及一切所缘众生，礼佛三拜，求生净土。这个是我学佛以来最后三拜是这样拜法的，现在又加了三拜。我弟子净空，待全球一切国家领导人礼佛三拜，求国泰民安，每个国家国泰民安，世界和平。他们不拜我代他拜全世界每个国家，我们接这个法缘，我们不是说对某一个国家，这个世界上一个国家动乱会影响全世界，我们希望每一个国家都国泰平安，世界才会和平。做得到做不到是另外一桩事情，我们有这个心呢。现在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，意念能量不可思议，我们有这个意念。我们每一天早晚都回想。我们所修的点点滴滴一切功德，都为此回向，求生净土。没有第二个念头。身心世界一切放下。